2018年6月1日，雷朋携手大中华区品牌代言人张艺兴，再推两款雷朋张艺兴合作系列。本次宣传活动以独一无二的大片，展现了雷朋年轻无畏真我的品牌态度，告诉每一位梦想实践者，来真的走最想走的路，做最精彩的自己，更见证了雷朋始终与年轻消费者在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征途中携手共进的不变初心。据悉，雷朋是酷感十足的标志性品牌，带来经典永恒的风尚，象征着真实自我和自由表达。如今雷朋无疑已成为真我的代名词，而全新推出的两款合作系列更成为雷朋精神的最新载体。首先，我觉得雷朋是一个酷感十足的品牌，它的眼镜、它的态度、它的整个品牌的文化其实跟我非常像，追求质感，低调但不奢华，就是一直表达，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视也好，综艺也好，还是音乐也好，都是表达真实的自我。对，这就是我来表现雷朋的精神的一种方法，是跟我一起设计两款，而且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颜色的选择，而且每一款啊都是极具特色，非常的酷感十足。因为眼镜这个东西分场合非常的重要，比方说自己出去游玩去沙滩，其实就可以穿的比较简单，但是可以戴着眼镜